连结之后，待会就可以来参加抽奖活动咯。好，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握机会。好，所以最后请问一下大家，如果来到了国际旅展，最多的优惠、最棒的游轮品牌都是来自待会啊，如果主持人说，哎，最漂亮的美景在，一次就好，好，最豪华的商房也在，好，所以想要公主留人小礼物的朋友，请举手。好，请问旅展最优惠的游轮在？到旅展要到？最优惠的价格在？最精彩的活动也在？公主游轮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一场活动5点见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这边，我们来到跟着主持人的脚步来到这里。啊，我们后方啊，还有米思强，我们请各位可以跟着主持人脚步来到这边。好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还有一个 VR 互动园区来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朋友呢，可以跟着主持人脚步来到我们 VR 的活动体验区。好，稍等一下，先来这边，先来这边，来我们后方啊，还有一个 VR 活动体验区，我们待会也会有随机的好礼送给大家。好，所以欢迎各位来。有兴趣的朋友，当你走过来，我再告诉你，在这里有什么。准备好了，来，我爱你的夏威夷叫做。